再来看是台南的浮夸性美食，业者推出的是爆量干贝干拌意面，上面有56颗的干贝，还有满满的鲑鱼卵，根本看不到底下的面。大火热锅，意面跟酱汁翻炒，炒出香喷喷的酱香。高汤加上火锅料跟意面，煮好之后放入碗中。大量的干贝伺候，数一数，一盘意面居然有56颗干贝，满满像撒满珍珠，再加上鲑鱼卵点缀，根本看不到面的本体。整碗都是干贝啊！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干贝的锅烧意面。送到客人眼前，光是满满的干贝就已经够吸睛了。吃一口，滋味鲜甜，配上鲑鱼卵 QQ 的口感海味，冲击舌头。吃起来是不会很怪，就是蛮 OK 的。因为一碗只要200块，就是很超值，就是 CP 蛮高的。客人不禁直呼，这下真的干贝自由。这间店就位于台南，他们卖的锅烧意面过去就以浮夸著名，像是满满小卷把面都盖住，每碗大约有20到30只，十足澎湃，简直让客人咬到嘴巴酸。现在又推出了56颗干贝意面，老板说要挑战浮夸无极限。记者姚华台南报道。